那上面是交互镜，那聚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条线了，哦，它的简单的原理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哦，下一张。那我们来比较快筛是中间这个，哦，跟其他的 PCR 还有 ELISA 这个 ELISA 我们先不要看，